这我再帮看，再帮同学看一个亡人，罗亚平，阿修罗的罗，文雅的雅，早字头加一个下面上点水一个平，罗亚平，2008年往生的，在哪个道？女的是吧？哎，是女的。罗亚，哇，很好啊，在御界天了。嗯，在你今天了，哎，哎呦，感我都看到他的，我都看到他待的地方了，像一个、哦、那个边上有一个宝塔的，很高的，嗯，哦，很好。因为前天上次第一次看他的时候，师傅上说他业障很重，在下面，对，在下面家里把他做蛇年的超度嘛，在庙里面嘛，后来帮他看书过，他没上去，在下面。给他800多张，600张小房子，是不是说他在阿修罗道？过了这几天又给他了，看见了吗？就是一步步抄上去的。哎，他做了10周年嘛，做了10年的往、庙里面做了超度嘛，没上去。啊。后来是不是在下面？后来再叫他600张小房子在阿修罗道，阿修罗在现在点了感恩光，反正头发往后梳的，嗯，额头蛮大的，嗯。眼睛下面稍微有一点点颧骨，他走的是很早，26岁就走了。对呀、我就跟你说，所以下去呀、明白了吗？26岁正好是要结好婚，刚刚结好婚就往出。我告诉你，就是来还债的。他上辈子一定许过大愿的，就是我在这辈子不能嫁给你，我下辈子死了也要嫁给你。好了。嫁好之后就死了、现在明白了吗、不能许愿的，愿不能乱许的。好了，好的。